这次的大法会啊，种乐那个威力彩，在台湾种威力彩，很多钱，好几亿。这次有来参加，种的人有来参加。我不敢讲，不敢讲出他的名字，因为一讲出来哦，几乎所有人都认得，因为他是每一次我在台湾的讲师唱名的时候都会念到他的名字。这一次在西雅图雷藏寺，在那个灵位的法会，也有讲到他的名字。他为什么不敢公开呢？第一个，当然怕他，怕大家跟他借钱。第二个，他的儿子在场，他带着儿子来，他的儿子会乱花钱，所以他中奖不让他的儿子知道。有一次他来问事，他的儿子在旁边，我说你中，就种，吃粽子。我没有再讲下去。他儿子花掉他很多钱，所以他中了威力彩，不让他儿子知道。就是中彩券的真的有来啊，不是没有，而且是真实。我们这边中彩券的也很多，澳大利亚的、马来西亚的，另外还有布鲁内的啊，布鲁内中彩券的，还有这个马来西亚的，还有澳大利亚，另外美国的中那个乐透1亿6千万美金，1亿6千万美金的，这次大法会也有来。满愿童子也是要满大家的心愿，你发个心愿来参加这个法会，当了主席，你发个愿，希望满愿童子满大家的愿。我在问世房间里面有供着满愿童子，然后在正佛密院的也有供满愿童子，正佛密院也供了满愿童子，另外在南山雅舍也有满愿童子，在我的问世房间也有满愿童子，在中委会我坐在旁边也有满愿童子。当师尊啊，也要满自己的愿。